小姨，这些年我们好久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坐在一起好好吃顿饭了，妈妈特别开心。一直以来，妈妈都是个不太会说话的人，你呢，也喜欢把事情放在心里。妈其实知道你心里怨我。 我也很清楚，从小到大，让你说了多少的一句。妈妈想跟你说一声，对不起。虽然这句话现在说，可能太迟了。的确，太迟了。 我们已经错过了彼此关心的最佳时期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并不奢求你能原谅我。啊，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错误都需要原谅。我们虽然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，但是我们还没有结束。 而且，我们的关系也不会比现在更糟糕。妈，既然你当初做了你的选择，那就放松，继续往前走。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